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有一件大事要发生，就是我前几天收到一封简讯，他说我可以去打疫苗了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蛮紧张的，因为听说打疫苗有很多副作用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能赶快打就赶快打，就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。我朋友中我算是蛮早打到，然后江佩玉就说我可以拍一集 Vlog， 因为我频道其实蛮少 Vlog 系列，然后想说今天可以拍，还蛮好的。反正疫情也不知道拍什么片，所以多一支影片是一支影片。反正就希望大家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因为你们假如再不看完，我 YouTube 也不知道拍什么影片。然后我现在就要去打疫苗，希望可以不要有太大的副作用，加油！好，现在已经到那个医院，然后现在下大雨，因为今天刚好是台风天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冒着台风来打疫苗。到底是台风比较可怕，还是打疫苗比较可怕？现在在那个考试，就是要考你的名字，还有你的身份证号。然后我现在抽到的号码是663，感觉蛮吉利的，66大顺的感觉。然后还要写那个什么时候生，2002，2001啊。然后3月25，很多人不知道我是2001出生。然后这边还要写一些就是身体的状况，它上面要写说我是不是有怀孕过，这边要公布。好，谢谢。这两个你根本都打不出来。对。不要管他，要处理。嗯。如果回去又有发烧38度以上，肌肉酸痛，常见的副作用可以吸一颗缓解。好，现在打完了耶。然后其实打进去的时候没有很痛，然后现在是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，但就是一点点而已，所以等一下再观察一下。然后他很贴心，还送我普拿疼，假如等一下有不舒服的话可以吃。终于打完疫苗了，开心。然后现在要回家休息一下。好了，到家了。然后目前经过大概是2个小时，然后没什么感觉，就只是手酸酸的。然后这次能打到疫苗，好像是因为我是第9类。现在大概7点钟，大家有发现我这个影片其实蛮拥挤，就是一般的影片都只有一套服装，可是我今天的影片现在还换了衣服。然后现在感觉到现在打完已经4个小时，就是酸酸的感觉，不会有特别不舒服。然后跟大家讲，我这次打的是 AZ 疫苗，没有特别选什么品牌，就是有就打这样。所以这个影片算是很用心，因为我已经换第3套服装。所以假如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留言。但是我影片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结尾还会再讲一次。差不多吃完了，马上去睡觉休息。OK， 现在呢准备要睡觉，各位，等一下起床再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晚安。想对你说句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呀。想对你说句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呀。想说怕大家觉得看这个影片没看到什么东西，多唱了一次歌，希望大家可以开心一点。好的，现在晚上已经12点多了，然后我现在症状来了，就是现在身体很酸痛，然后感觉很冷，有一点点冷，可是身体又很热，
然后我现在来量个体温看看，36.2，目前是没发烧，但我怎么觉得好热哦，有点身体无力感，身体酸痛，然后有点小胃寒，感觉有点身体有点热热的。但主要是我为这支影片还换了3套服装，究竟明天会不会有第4套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，然后我刚刚洗完澡，现在又要睡觉，因为那个副作用来了，其实现在还蛮不舒服，就像他全身酸痛，很累，四肢无力，头会蛮晕的，就是有点晃晃，然后我觉得身体是有点发烧，但我没有症觉，应该要喝颗的水。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很难动，就是一动就会很痛。阿九有戴眼镜跟没戴哪个比较好看？这是有戴，这是没戴。很少人会已经这么不舒服了来在意这些，所以大家记得这影片多帮我看个几遍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起床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昨天晚上真的是睡得超级。全身发烧，但是身体很冷，就算不管盖再多棉被也是一样超冷，然后外热内冷的感觉，然后头超级痛，头很晕，然后四肢很酸，然后四肢无力，就是我睡不太着。然后现在我起来，我决定要吃那个普拿藤。好，反正重点就是我现在又多换了一套新的服装，所以是第4套服装，让大家感受到我的疫苗 B 都有多么用心。哦，然后我跟他跳了一下，头就很晕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荒谬？就是已经这么不舒服了。然后因为疫情下打疫苗就很痛。所以真的要找那种比较疗愈的东西来疗愈一下我的心。以上就是我的打疫苗 vlog。我一开始觉得好像副作用不一定会那么强，结果没想到我错，副作用真的是让我吓到了。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能打疫苗就赶快打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影片，然后喜欢这部影片记得帮我点赞，然后留言，要留言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就一定要留言，但是你们可以随便乱留。然后订阅我的 YouTube， 追踪我的 IG， 记得分享出去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头还是很痛，所以现在要去休息吃个饭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好，他跟他说，啊，他是女的。拜拜。这样这个声音。他拜拜。好，各位，紧急事情发生，就是我看那个新闻，很多人说打疫苗之后手被吸铁，所以今天呢就要见证奇迹，看我手能不能把铁吸下来。那我现在就去厨房找那种铁的东西来实测一下。Go。找到铁的汤匙，千真万确，没有任何作假。来哦，各位，应该是放在这里。来哦，见证奇迹的一刻。1、2、3。我想每天睁眼就是你。
近距离感受你的鼻息。Yeah。